手感有点差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的恢复能力很强，玩一把就能找到手感啊。第一把可能有点菜，但我玩的是酒桶就还好，要求不是那么高。来一杯吧。哎呀，你说人生如梦，我说人生如秀，那有什么不同？欢乐时光，我都已经忘了。一把恢复20%，一把能恢复50%，然后下一把能恢复60%，然后再下一把能恢复70%，是这样的。有点生疏现在。对面打野谁？格雷厨师。对，上来就得玩一手本命英雄，这样的话才不会掉链子。因为我现在的手感真的很差，酒桶是一个不太吃操作的英雄。没有听错，酒桶真的不太吃操作，只是你感觉它有点难而已。就像妖姬一样，妖姬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？其实妖姬根本不难，不太吃操作。那什么样的英雄算是吃操作的？盲僧、瑞文这种，哎，包括德莱文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跟你的技能释放的那个机制有关。我们要第一波应该是要抓上了，但是我这波得把野怪打了，不然我升不到三，我去了也没有用。撑住兄弟，撑住啊，撑住。算了，不去了，这个他肯定蓝枪过来了，他肯定蓝枪过来了，算了算了，他给我问号，他表示不满，他觉得我是个憨憨，但其实他不知道我去了也没有用。我把蛤蟆拉过来，防止他抢我蛤蟆。把河蟹打了，好吧，这个男枪在哪里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野区，谋了。路过，路过，路过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耶，什么意思啊？搞我难看。上路被疯狂单杀，我把下路河蟹再给他一打，舒服。这格雷夫斯两个河蟹，一个都没吃到，很好，下路有机会。这下路压得很深，但是好像不太行。没事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蛤蟆应该是没有了，下路也抓不到。像这种情况的话呢，我们就先……哎，算了算了，不着急抓，不着急抓，还是先多刷啊，还是先多刷，不着急的。对，双蝎开局很舒服。这男枪回家补了一下啊。他补了一下，我们他应该是回了，这猴子应该是回了。哎，人头有了啊，这次肯定跑不掉的，而且我们直接一闪，不要闪一啊，直接一闪他是没有机会那个用分身骗我或者交闪现的。但这个距离一闪已经不行了，只能闪一了。没关系，不着急，先往这边走。好，他去哪里了呢？这个人去哪里了呢？ Oh, yeah.
耶，有些的。你看他这样找我太老了，这损失很大你知道吧。哎，他丢了好多兵，他搞不清楚，他绕了一大圈丢了很多的兵都没找到我人。芜湖饭桶王，芜湖桶王，请叫我芜湖桶王。我怎么感觉你在嘲讽我？哼，冲塔强杀是吧，搞不清楚情况是吧，那我小吃一个头。不好意思啦，哎呀我操，这算了算了算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上吗？其实这一波我觉得很多人会说你交个闪现对吧，他就死了，闪现E嘛，虽然小兵来了你不能E闪，但你闪现E撞过去，虽然没有醉酒狂暴对吧，给个 Q 他就死了，但我没有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其实是知道你的想法的，但我没有上，可能你不太理解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波上其实是勉强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没有闪我不知道的，知道吧？就如果他有闪的情况下啊，比如说我是这个辛德拉，我看到酒桶这样过来抓我，我有闪的话，那我肯定会骗你的。你闪现过来交易，我通过反应闪现一定是能躲掉，然后接下来你就会被我和格雷夫斯风筝放死，没错，绝对的啊！只要我躲掉，你必死，跑不掉的，懂了吧？所以刚才这波不上，在你看来可能觉得有点捞，但其实在我看来是没有毛病的，不能上啊！这波就可以上了。炸你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非常好，知道好什么吗？就这个 ADC 嘛，我还就要搞一手针对，我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连死三次。什么呀？这个人放的技能有问题啊！哎，我发现这些人好捞哦。真的太捞了，我走了，你又杀不死我，瑞兹啊，拜拜，就硬追硬追，跟瓜皮一样，瓜皮一样，跟瓜皮一样。好，这个 ADC 我要让他连死三次，我开启了针对模式，我现在非常的愤怒，我感觉自己被嘲讽到，我来了兄弟。这 ADC 必须连死三次，我要针对一下了，他们下路太嚣张，把我的下路打崩了。好，排眼继续排，没事。来，听说你装高手，哟，他跑了，这里没跑。好，来嘛，先杀一个再说。好，非常好。没有成，没有那个，算了。来，快推，先压进去，看他回不回，不回强杀。他这里有眼，来，拍他眼来。哎呦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找死？你的胆子大得很，你的。嗯，好，我先去吃一波食甲虫。他这里没有视野，我再来一波，但他应该要回家了。我等他出来，就硬抓，硬抓。他没有回家，那他干什么去了？他在干什么？他在想什么？被辅助单杀不是吧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没事，暂时没事。哟，我操，硬伤。那我抓一波格雷夫斯，这格雷夫斯要排针眼啊，我们在这里等他。他回家了，他回家了。
好，这个 ADC 我要抓他，他们肯定去打龙了，这里是没有眼的，我确定。再见兄弟。他怎么又走了呢？我操，把我推，这个什么，他把我推的，我这个滚动酒桶引爆不了。我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再来一波，我 Q 引爆不起来。我先吃个蓝 buff 好吧，我很吃，我很吃。哟，把我野怪偷了。先撤先撤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吃一波野怪。等一手队友，哎，拜拜！抓，再抓，哎，再抓！我看你怎么抓，没招，不着急。不能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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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上！我把龙拿了就够，好吧，够了，够了，不着急。他的男枪在旁边呢，所以这波肯定不能上。男枪不在也打不死，龙拿了就行啊，立功。我们吃个红，他做事业了。不着急，等一手队友，确定男枪不在。好，可抓八级，可抓，可打。来上，打烊前的最后一杯。瑞兹哎，牌，继续来，来，我看你怎么跑了。一跑，哎，我顶死你！很好，继续抓他，辛德拉。哎，有个蓝炮，疯狂抓下。辛德拉死了，辛德拉这里是没有视野的，他死了。别怕了，他一个辅助，他在这里神偷鬼脸，我都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运气。你不是在找死吗？你知道死字怎么写？哎，死，好，假装走，我再杀他 AD， 别跑，可以打。他这里没有眼的 ，AD 回家了，血太少了。哦 ，AD 去中路，行，非常好，四层戒指，我得更新一下。你先接，就要开始了。抓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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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他死了。这个 AD 好嚣张啊！他打个劫，他敢这样子。他有个盾啊，不着急，我们先把他盾骗了。开刀，好，撤，回家，我补一下装备。回家，回家，装备补一下。Oh, yeah.
猴子在。大哥哎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我们两个杀不了，我回家，我补下装备。来个睁眼啊，有闪现，闪现30秒啊。中路我死了，很好。哎呦，哎，没大。来的不是时候，收个蓝先。怎么老是偷我蓝 buff？ 他这一块没有视野了，我有大有闪，随便杀的，来跟我一起就好。你不死，我都不，你还不死啊？这个你还不死，伤害这么高，非常好，打中喽！咦，他男枪跑哪去了？男枪我很长时间没看到他了，他也没掉啊，他一直在刷野偷野怪。果然，兄弟，帮忙，没惩戒，很好。第二条龙，我们回家出个美甲的窃魂券啊，出来混书。这个男枪发育的非常好，他414，人头也很多。我先把杀人书做出来，不然我的击杀收益不大。好，开启王者模式，芜湖饭桶马。哼，为什么看我直播要过来骂我两句？这也不算骂，这算是一种什么呢？嘲讽。为什么叫我饭桶？请叫我桶王。就他烧得很，你看，哎呀，他烧得很，哎，我炸死你！我的大招就差那么一丢丢，你挑不起来耶，哼，挑不起得很，他还要推我，你不找死，我这闪现白叫的。嗯，够了，哎，算了，我救不了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十成书啊，十成书。我头铁啊，他在那边，他我排眼，他非要过来摸我，那我不直接闪现，不管他死不死，就问他怕不怕。这一波然后不一定能抓得死啊，但我尝试。好，非常好，强杀是吧？哇，他就闪现了。哎，再见！杀人书，舒服，这个很重要，杀人书很重要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是不是很想念我？兄弟们，是不是很想念我？几天不见，甚是想念，茶不思，饭不想。
假的，我回家了。哟，哎呦，我在看弹幕，我在看弹幕，这波得怪你们，真的，这波杰的阵亡是你们的问题。我要时刻跟你们保持互动，跟你们交流。很好，我仿佛看到了三博块加四层杀人珠，没有眼，所以我确定他没看到我，那肯定就在这边回城。Nice， 再见兄弟，你想怎么死？你想怎么死都可以，回来来。哟，我操，这空了，这个跟瑞兹一样了。我操，这能空啊？哎，我太随意了。哎呦，瑞兹，哎，你从中路能赶到下路来，我都已经都花了多长时间了，兄弟？这想什么？我抓你中去了，扔下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手感不是很好，主要有很长时间没打了啊，手感有点。确实，逮到，交闪现非常好，走位 ，nice 啊，这个侧方面走位多棒哦。他闪现没了，耶，什么意思？敢靠近我？耶，过分，素质极低，吃我小狼就算了。我来了，带我混一个，带我混一个。你有蓝 buff， 很好，带我混一个。这个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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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马上滚动酒桶可以把他缓他一手速。哟，他反手打我了，他哪里来的勇气？我不懂啊，他哪里来的勇气啊？啊，我跟他玩一玩。来来来来来来呀，人呢人呢，我气死了，我要挂机了。哦，好气啊，睿智，哎，我就是我不走，哎，我就送，哎，我心态爆炸，我就送，啊，不来不来我就送，信号点的嘛不能动了，小龙嘛也在这里，就在旁边中路晃来晃去，三个人，来拿龙嘛是收个人头嘛，推个下他，中路在这花里胡哨搞了半天，他就是不来，我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我就很气，你懂吧？我完全可以跑得掉，我就很气，我就不走。我是这个小学生行为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这样的非常不好，但我就去，我就去，搞我难看，点信号就是不来，你看龙也没了，人也死完了，书也掉了，你这时候来再来对吧？你这不送吗？哎。给你吃。我们去搞一手大龙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吸血鬼，先把那边视野做一下啊，我的金身还差三博，刷金身，不然我杀人数叠不起来。讲道理可收，就我们这个团战包赢。好，打起来了，完了，继续。很好，大招不要，大招不要交，哎，大招不要交，感觉机会很多，感觉这波杀人数要拉满，拉满。哎，这个男枪丢得很了，他跑了，继续回来，他打我，他打我了，他搞我难看，很好，他上当了，
来嘛，兄弟！哎呦，出其不意，兄弟气不气？天哪，我操！拜拜！我太贪心了，我想双杀，算了算了。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啊，节目效果，这个真的是节目效果，这不是说我猜，我反应慢，节目效果，大龙吧，我说节目效果，你还不信，你还不信，你真觉得我很菜啊？你真觉得我觉得很老？举报了，这个人是个莽夫，莽夫，可以搞得不成，我 A 死你！哎呦，喝口酒，滚动酒桶 ，A 死你，我 A 死你，没事，上来，对了，非常好，22成输啊，不好意思，这边还有呢，还有，继续，别怕，有我在。五虎统王，大龙可搞，我的天，别急，哟，看得到我是吧？跟我玩蛇皮是吧？装假装看不到，你跟老师傅玩蛇皮，你跟老蛇皮玩蛇皮，你真累溜了。哦，他上头了，他直接交闪了，这个人规矩矩，莽撞，大招庆祝一下，送客酒。看，大龙可搞，真的，他们都回去了。我队友好像执行力并不是很强，过来，可打，别墨迹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小龙吧。惩戒好了，来了，这里。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上哎，我都怕我队友不来，你看他走了，亏了我没上，我操！真的太捞了，这个配合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只能 OB 了，边缘 OB 打法，开区。终极魔阵，这个老的嘛，感谢肥仔小老弟，感谢后雾的飞机，感谢想吃雪饼的魔力圈，我有点无语。杀人输掉了，出个不要，大龙，就以我现在这个装备，团战包赢啊，绝对是包赢啊！他搞来搞去，这么墨迹，大龙他们肯定是不敢打的。给个视野啊！来，我去偷个蓝。他视野做好的很，
你老的都不行了。我在他眼上跳舞。哎，他们好像就对大龙有点想法，我觉得好像是。我让队友准备好，我再上啊，免得我一闪开得非常好，他们跟不上。这个很难，节奏带线，我们少人的不能打。诺手绕后了啊，诺手绕后了。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菲拉西米尔直接上了，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来来来，我们打这个。来，哎哎，你好。哎呦，他终于来了，他终于来了。快快快快快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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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睿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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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溜，快跑！劫来了劫来了，劫来的太晚了。来来来，哎，非常好了，他们才送了，这个人才送了。送四百五蓝 buff， 还打大龙哦！你们还打大龙哦？还打大龙哦？你胆子多大？我先管不了大龙，我管不了大龙。好，打大龙，快，兄弟来帮忙！我没完了，龙没了，但没事，他们跑不了。杰呢？绝壁来，杀他杀他杀他！我们可以把他秒了，别怕，别怕。哎，哎，我勾引他，我勾引他。好，快来！好。金身先小挡一下，哎，小挡一下。哟，庆祝一下。嘿，你看我一上他想杀我，知道吧？我在旁边为什么我就技能空了？我不能上的，我上他肯定杀我，你知道吧？我故意勾引他，我起到一个勾引效果就够了。嗯。分散他的注意力，把他拖住。啊，回家！不要了，我来守一波下路啊！这猴子想偷，想偷，这能让你偷？我操，有点快。你竟然想拆我家了，你搞得不像话哦！回来，往哪儿跑？你往哪儿跑？哎，没拆掉，他们高地反而掉了。我还收了四成杀人数，小龙收了，完美，立大功，22成数。这条龙收了。这把还真有的打啊，还真有的打。耶，那你死嘞，那你死嘞，兄弟，我这个就不 K 头了啊，就不 K 头了，二十四层。好，爆弹推下，再来个鬼出。减治疗，他们这个诺手回复很快。逆风局很好看。嗯，没错，我喜欢打逆风局，顺风局没意思。但是很多时候啊，我不敢火力全开，我怕太猛把对手打崩了，他就不是逆风局了，你懂吗？哎，
逮到了，再见。哟，这个走位，我没想到啊！你还想杀我吗？你不会想杀我吧？你不会想杀我吧？一个滚动酒桶，我 A 死你！醉酒狂暴，快跑！啊！他死了，我有大，马上有闪，他的盾没了，再见。哎呀，这个炸壶，这个辛德拉推，这能把我推住，我金身都开不了。还是得大龙，还是得大龙啊！掉了十成书。其实我们抱团肯定赢，我们有吸血鬼，吸血鬼神装，我神装，随便打。别浪，别浪，别浪！哎，秀他，漂亮！哦。大龙吧，猴子被秀了，我们大龙打个鬼输血啊，还差五十块，他还在搞，还在秀，我还差五十。他应该是上来了，哎呦，这里怎么会有？我走了。哎，好，大龙输了一波了。有点散漫啊。杀人术换帽子。现在不用换了，这盘已经结束了啊，已经结束了，这是最后一波了，他死了。先惩戒缓速，滚动绝空缓速，大招不需要放，大招不需要放，就拖住，就拖住，哎，硬拖，拖他队友来，拖他队友来，非常好，好，不着急，就杀他辛德拉来，好，骗出了闪现，非常好，不用管了，杀他男枪。OK， 游戏结束，大龙直接打，蹦来做 BB， 虽然没有惩戒，我不能过去。好，我惩戒蛮好，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，打大龙噻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哎，打大龙，好，没事，我有惩戒了，这龙是不可能丢的，丢龙我负全责，啊，丢龙我负全责。很好，能不能留下？他放歪的。哎呀，你那你还不，那你还不死？你当我真的就啊？伤害不够，他还虚弱，直接秒他啊！哟，键盘冲突，键盘冲突，按键冲突。回家吃个药水，嗯，按键冲突了，蓝 buff 收一个吧，正好等一下辅助，你们别急，
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对面有撤退的选择啊！不要逃，不要急，把他们勾出来。哎，吸血鬼别走啊！别走啊！我封有。哎，我操，这就尴尬了。还好有闪现。包底还没拆，我来勾引一下，我金身马好了。好，准备，骗你的，上当，再见。啊，被我肉弹冲击撞到，必死，我伤害太高了。就是诺手他也顶不住。这一波吸血鬼先开血池，好，我们先撤出来，不要着急，非常好，莫慌，把他们勾出来，四个机会，大招保护一手队友，你敢上？肉弹冲击，保护一手队友，好，劫来了，继续，我金身好了，我不怕的。我胆子很大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他拉不到，躺下消耗，喝口酒，那就这 AD， 就这 AD， 你都不能忍他，你说，好。没小兵，没小兵，我大招好了，很好，洗澡，来，还过不来，哎呀，肉弹冲击，准备就绪，哎呀，那你不死，炸回来不杀你啊，快拆家，注意数字。快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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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敢过去，哎呀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我操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没拆掉，溜了溜了，真没办法，这我伤群也拆不掉，我摸不到，我是短手，行吧，再来一波。喝个药水，等一手大龙。刚才我上没有用，我上肯定死，我也摸不到那个基地，知道吧？只有交给 AD。他们还想要推啊？哎，不会吧？这个地方有眼？怎么可能呢？哟，后面有人，被风筝了，我没有闪现，给个筒子，兄弟。这你就害人了呀，这你就害人了呀，还好队友在，我有金身，我在拖他，雪诺劈不了的，金身一开拖他时间，开的时间点非常好，肉弹冲击空了，好，大招保护一下，先撤，没事，不怕，就继续纠缠，缓个速，有闪，喝口酒，我死不了的，我心里有数的，我在拖他，哎，好，你别看我血很少，但我根本不血，血量虽然少啊，但他摸不到我，哎，这个就立大功了，两条龙全吃啊，时间到了，
就给我。嗯，没事，队友复活了，我们先把大龙吃了。这里没有眼啊，没有眼，他们没来过。没事，不用理他。来，你死不死？你死不死？有大但不僵，没有必要僵。继续，哎，继续。不可能有眼的，他的男枪活了。哎了，快继续打呀！我能秒他，别怕。怕什么呀？很怂，队友很怂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不行，还是稳一点，稳一点，低调，低调，低调。来，继续打远古龙，勾他们，他们肯定会来的。不要怕，哎，我能秒人的。啊，他来冲了，你想怎么死？你告诉我，你想怎么死？你想怎么死？你想怎么死？跳个舞、啊，哎，好、哦，结束。大龙都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，直接推吧。哟，他想干嘛？他想偷枪？我现在有远古龙了，我能秒这个 AD 了。好，你上。我有远古龙，你不知道吧？是能秒人的。是能秒人的，哎，我有远古龙，你想过来？嗯，结束。哟、嗯，哎，叮，哎，好玩儿，嗯，好玩儿。哇，打了五十多分钟，这盘打了五十多分钟。